那今天的晨会呢就开到这里，不过今天是礼拜五，大家忙碌了一周，我们上放半天假，有什么地方大家想要去的？那么多好玩的地方，去一个有艺术气息高大上的地方。我想去一个拍照好看的地方。我想要去互动性强好玩的地方。我还真有个好地方。来，现在呢就来给大家揭晓答案。今天带大家来到呢，就是可以看得到梵高星空，这也是此次二叔寻宝的北京之行的又一站，所以大家跟着我的镜头赶快来看一看。梵高说，画家只接受死亡和埋葬，以他的创作对下一代或下几代人说话。在画家的世界中，死亡也许不是最难过的事，那么最难过的是什么呢？感动吗？感动。